张柏芝儿子堪称失控式长大，12岁身高就170，五官精致帅成王子范。说起来张柏芝，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女明星，她给人的感觉非常有魅力，长相也是相当不错。看这张照片中的张柏芝，她看起来非常年轻，给人的感觉非常有活力。有网友直言道，张柏芝给人的整体感觉非常的不错，是一个比较有女神范儿的姑娘。说起来张柏芝的大儿子谢振轩是一个长相非常可爱的小男生，看这张谢振轩的小时候的正面照，很多网友都表示大儿子就像是谢霆锋的翻版，给人的整体感觉相当不错。有网友直言道，这样子的谢振轩真的是标准的小帅哥，不得不说父母的基因真的是相当不错，所以模样才会生得如此精致。看这张张柏芝和谢振轩的合照，很多网友都表示这样子的谢振轩真的是帅气十足，看起来非常有魅力。谢振轩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突然之间就长大了。据张柏芝在采访中表示，儿子谢振轩12岁已经有170的身高了，看起来超赞。